Klass 的 G12V 这个突变，现在市场上还没有针对这个突变的靶向药。国外有，国外国内都在做研究，还没有正式出来。G12C 就有明确的，但 12V 没有。而且他呢，刚做完手术，他是二期，有一个淋巴结的转移，有一个 N1 的转移，那么是二期，二期就是中期。这种研究了，已经大量的研究就告诉我们了，就是这种做完手术用药治疗了，效果会比较好。那么没配上那些 EGFR 啊 ARK 啊，没有那些激活突变，所以呢，这种标准的治疗目前认为最好的就是化疗联合免疫治疗。免疫治疗的话，你看它有一个数据，就是它的那个指标是，那个指标不准确，叫什么 TPS 指标？对，它的那个指标的话有做吗？哎，我看到这里也很低，看到吗？很低，是低的1%-2%。但是呢，化疗和联合免疫治疗，大部分人都能受益。它不是单药，不是单独免疫治疗药。就是这个越高，它的受益会越高。啊，对，是这样，但它不是像靶向药那样那么绝对啊。所以还是做化疗和免疫治疗。